人活在世界上，无论遭遇到什么不幸和挫折，只有两条路，一条叫绝望，还有一条叫希望。只要我们选择了希望，我们一定有路可以走。有兄弟两个人出去经商，遇到了强盗，钱财被洗劫一空，归途遥远，绝望了，想自杀。他们一辈子赚来的钱全部没有了。他们到大博士去找禅师化解。禅师问道：我知道你们两个现在一定很绝望。他们说：是。禅师说：我问你们，你们被抢走的所有的财物还能回来吗？他两个摇摇头。禅师说：那么你们眼前只有两条路，一条是绝望，一条是希望。如果你们选择绝望，那恶人抢去了你们的财物，还抢去了你们精神，那样你的损失就更大。如果只是抢去的财物，只要心里有希望，你们的心中钱被抢去，但是心中一样可以重新铸造一个未来的希望。结果他们两个人在庙里做木匠，慢慢的接了很多的盘缠，选择了希望，重新开始做生意。希望我们人生就是这样，我们不管做错了什么，不管我们过去做错了多少，把一切的过去全部失望变成希望，因为我们还有美好的明天，展望未来无限美好。拥有希望的人，那才看得到佛法的存在啊。